记者王新宇台北报道。女星丁刚29日担任受邀 LaMigro 全员主场开球，是首位站上 LaMigro 主场投手丘的女艺人。而她为了顺利开球，现场特别向王义正拜师，没想到她一投就顺利投进捕手手中，让其他球员惊喜不已。丁刚开场前先送上音乐剧《搭错车》的主题曲《一样的月光与我爱他》，飙高音时让全场气氛沸腾。而他其实不是第一次遇到棒球，早在2015年和五月天石头拍摄广告时，对方就曾细心教导，从手的握姿、站立方式到投球的力量使用都一一解释。难得站在棒球场上，丁刚意外回忆起过去糗事，他笑说，之前因为加油太激动，不小心把热咖啡打翻，整杯咖啡倒在前排的人头上。事后急忙道歉并帮对方送洗衣物，才解决问题。丁刚受邀开球。LaMigro 提供。